最平手提电脑273蚊有交易。iPad 太贵买唔起，唔使怕。呢部由印度研发出嚟嘅轻触式手提电脑，号称全球最平，只系卖273蚊港纸咋。主机板、RAM、WiFi、USB， 基本设备齐晒。部电脑就会行 Linux， 上网睇 PDF 同开视像会议都难唔到佢噶。研究员话呢部电脑系专为穷学生而设，只要揾到厂家就可以大规模生产，预计明年就有得买，仲想将目标价降到78蚊港纸添。